大家揾揾只 JLC 啊，即加标啊，嗱呢只都系大师系列嚟嘅，咁咧就又唔算系斋标嘅，因为斋标譬如有个日期都斋标啦，咁但系咧佢系除咗日期之外咧，就多咗个 moon phase 啊，月相啊，咁啊见到个月亮啊，讲下日期先，嗱日期嘅做法咧都系自浸式，咁但系自浸式咧有两种做法啦，一种咧就系行呢个细针啦，即系好似一个小秒针咁样，然之后指住最尾就31号啦。31号就1号啦，即系都系一个日历啦，咁样即系话呢个盘咧都系同月亮有关，都系即系咁啊。但系里边咧有个见到一个盘噶嘛，就系、是、月相啦 ，moon face 啦。咁但系咧，我留意到咧呢、这个月相盘咧嘅做工咧系啊几细喎。嗱细嘅意思咧系咧佢有啲星星嘅一个图案喺度啊。咁但系咧嗰啲星星嘅图案咧。我睇下 zoom 唔 zoom 到先，系好细啊，系细到咧好似沙咁啊，好似即系我谂佢嘅心思咧就系、是、咧，即系星星有远有近啊，有啲系细到一点咁样，咁咧就真系要落放大镜先睇到啊。咁啊月亮都系咁啦，喺呢个位啦，咁咧咁而家就应该就两边都睇到啲啦，咁样嗱，咁嗱机芯就呢只啦，咁阵间再讲，讲埋个指针先。嗱，蓝光指针就系净系秒针做嘅啫，咁啊时分针就唔做。咁但系时分针咧就见到有两橛嘅设计啦，一边就拧身啦，即系前面嗰个位啊，行紧前面嗰个位就拧身啦，后面嗰个位咧就垂直嘅一个拉沙纹啦，咁样个盘都系咁啦，咁啊个时钉就正正常常咯，冇乜特别咯，咁啊。嗱、那個 moon face 喺度教嘅，咁啊，即係揾支針就篤一下就係啦，咁跟一個接球，諗下反轉嚟個玉咯喎，嗱、呢個玉咧就都好容易認啦，因為一般咧，如果普通嗰只咧有日期咧都係呢個玉啊，咁咧就近似899咁，但係咧呢個玉咧個 number 咧就更加易認，因為點解咧就叫做估你都估唔到，就叫做925啊，即係925你玩開銀器就知啦，即係925啊嘛，咁所以咧就即係講笑啫呢個就，所以同銀器冇關嘅。就即係個 number 上係勁容易認，咁但係咧成個佈局個版號咧就係、是、嗱，我相信係899嘅改咗呢兩個功能啦，因為899就淨係齋標啦，記得就有個日曆喺呢個位啦，日曆窗啊嘛，咁咧就改咗上面嗰陣咧就變咗一個指針式日期同埋呢個就 moon face 啦。嗱、呢個玉咧，如果以呢個價錢嚟講咧，係好靚嘅，K 金妥啦，做咗鈕空啦，無卡到油絲啦，咁樣。蓝钢螺丝啦，咁同埋咧，今日讲到一样嘢咧，就系咧佢嘅 ball bearing 啊，系用咗陶瓷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仔细睇咧，慢慢睇落去咧，咁咧呢点咧同卡地亚一样，都系用一个陶瓷嘅 ball bearing。咁除咗 rota 嘅 ball bearing 之外咧，咁佢嘅另外一个玉喺呢度，另外一个玉咧 reversing wheel 咧。都是有一个陶瓷的走珠轴承啊，咁呢个都是一个白色的，咁呢个咧就比较细微啲啦，咁咧标迷咧落镜睇咧都会睇到啦，咁呢个玉整体上嚟讲都 OK 啊，如果以呢个价钱嚟讲，咁啊就分享呢只 JLC 嘅 Moon Face 大师系列。